往这儿一挡，我稍微的只要有身法，你看你整个人就失重了。嗯、这个对对对，他为什么叫闪电？叭一拍，这个人蹦就懵了，嗯、是吧？是。再来，看，噔，这一拍就懵了，不好防、嗯，他眼睛就看不见，像打闪一样，哎呀，就直接闪了眼了。稍微挡一挡，往这儿，是吧？他是这样的一种打法。完整版48分钟，加微信免费观看。